长期在收看我们大家的频道，有看到我们有试过 NXS 大三元的集合，我们有试过东瀛的四大天王的集合，但今天这个 NXS 三十周年的这个重要 moment， 我们也算是大家都还蛮热血的哈。哎，统哥你哪地家？哎呀，这种场面我们怎么可以不在嘞？对不对？我们当年跑比赛也是汉达拿冠军的、啊，我是汉达厂队耶。哦，你是汉达厂队 ？MIT 啊，我的 resume 上面就写 MIT 工厂车手。嗯，所以这三台放在这里，你就不知道什么睡梦中就被揪起来，自己就移动过来。平常是晨跑，对不对？今天是跑来这儿。阿尼克，你来。哎，不要以为他是一个法国车控或意大利车控哦，他是冷门车，其实他骨子里他是本田。没有啊，就有 NSX 的地方我就一定要到啊。有一次就 NA1 要红车黑底，我一定到。哎呦，他的认定中就是这个才是 NSX。哦，这才是架杠 NSX。你说在新的那个对我来讲没关系，我就知道最原始的。要 NA1 对不对？哎，叶明德，因为你都开过。对，但除此之外，你爱的是哪一个？我其实比较喜欢 NA2， 其实很简单 ，Pro Side 扭力比较饱满，而且它真的。那种激情的亢奋度啊，因为有我跟你讲，其实 N A Y 已经很激情，但是你转速可以破8000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它只是少了一点点贴背的冲劲，但是 M A Two 补足了。虽然它排气量只加200cc， 它主要是冲程不变，但刚劲加大，那扭力多一点点，其实你就可以感觉到那一点点的妙处。对，所以这些都是你会热爱的车。对，而且你知道我读书的时候最喜欢的车不是双 B， 也不是超跑，是 Civic。我那时候初恋女友跟我讲说，你什么时候会买 Civic 的 Coupe？ 那时候就要嫁你。她没这样讲，但是我就默默着看着我的铺满，然后流下我的男儿泪。你现在可以买了，现在 Civic 买的这样，可以收在家里头。你不像我，当初我就说，我的女朋友就说，我买 Civic 了，这样你买了就和她买了。哦，她买了。哈哈哈哈哈。人家统哥当年是女生就买了，我后来真的也有认识女生有 Civic 啊，对，只是因为我那时候刚退伍，我就觉得还是要靠自己。哦，所以就你一直在刁统哥，不喜欢吃稀饭，那刁统哥就对了，吃稀饭。我们今天除了祝这个 NXS 三十周年生日快乐，我们也要来看用感情，然后用热血在做汽车这个行业，当然在座各位都是啦。Andy 哥 Car Staff 十周年生日快乐，恭喜恭喜，十年有成哦。除了这个公司走了十周年，我觉得十周年对任何品牌、任何的人而言都是一个大里程碑。除了十年有成，你的收藏也有成，因为现在现场这三台都是 Andy 哥的家的，幸福的地来，羡慕嫉妒恨呐、啊。这其实因为收车也是我大概做这个 Car Stuff 的这个自己的网站开始有这个收车的机会，那也是比较多缘分，我的车大部分都有缘分跟故事啊，现场的车也都是大概都有一点啊，我不是为了大家说啊你想买什么车，我没有想买什么车，都是大概什么车出现，在我的脸书上，我觉得可以询问一下，我就大概问问看。再来就是 NXS 了，这个叫做汉达，很多人都说是神主牌。NXS 我们先从新的来看，新的其实科技跟以前很不一样哈。其实汉达它 MC1 真的是一个转折，其实你知道在千禧世代啊，它已经决定要推出第二代的 NSX， 它一开始啊，因为你知道 Toyota 那时候要做 LFA， 它也听到风声的。Toyota 用什么引擎 ？VTEC， 所以它一开始呢，它也是打算做 VTEC，而且它那时候还有出HSV， 而且他还在赛车，他先开发一个赛车，等于是他的实验车。对，那后来你知道2008金融危机，然后后来又再加上全球就是开始当 sizing， 因为2009年我觉得对全世界超跑而言它是一个转折，你知道吗？ F1 开始用 curse， 就是当 F1 已经开始用 hybrid 的时候，它开始思考，而且要迅速思考，我要怎么样维持能够有 V10 那一种激情跟动力，但是又能符合环保，所以他们决定开发新世代的 3.5 V6 Twin Turbo 引擎，而且你知道它这一颗引擎其实也是蕴含高科技，只是感觉上好像没有说像
初代这么轰动武林，因为全世界超跑已经又到了另外一个层次、而且你知道它 3.5 V6 它再加上三颗马达，后轴一个48，前轴两个36的这个马达、整个加起来581匹，就是重效马力是加的，其实不会慢、我必须要讲我开过真的不会慢、只是说你那个价位1280万起、你在超跑等级的市场你会相对感觉没有竞争力，但它事实上很快哦，而且它的四驱系统会让我觉得很聪明。为什么？它叫做 SHAWD、它是什么意思呢？Super Hybrid AWD、就是过去的四驱系统你都要靠传动轴，但它前面两个马达后面一个马达接引擎的、这些传输呢它完全是靠电子讯号、而且厉害的是当你时速超过200之后、它为了怕动力分散，它把整个前面的动力切掉、只维持后轴的引擎跟马达在运作，但当你吹到290的时候，因为你知道马达没有变速器、它只能靠它10000多转这样来驱动、它为了怕干扰到引擎加变速箱的转速，所以后轴马达会切掉、等于你290的时候维持纯粹的 3.5 V6 Twin Turbo 在运作、所以你以科技层面来讲它完全不会落后，只不过就是在价位上在市场的定位上、它有点被低估了、如果它再早一点点我相信会很好，但是它还是有一个优势，第一个它有很完美的配重、我们知道跑车其实更讲求配重、后轴的下压力越高你的弯道极限也会越高，它后轴已经有 58.5% 的下压力，而且这一台车的驾驶视线超好、就是能够维持就是 NA1 NA2 的那种风格，真的就是你坐上去你即使在打倒车的时候、你不会怕你不会怕说、我看不到有什么死角、它不会，对，这就是 NSX 魅力的地方。 对，然后从千禧年到2018这是整个18年， AD 哥那时候是少年，已经现在变成中年，没有差那么多啦，但是我觉得过几年再买是不是1280万，我觉得稍高一点点、说市场有大概有3-4台的这个二手的 NC1 开始进来，真的进来，我有听说在这个做这个认证测试，所以其实陆续都有人在对这个，而且它有个优点，因为它是 Hybrid， 说它认证基本上不会被掉，而且也没什么声浪、所以噪音也会过、而且它可以纯电开，可以纯电开，哇塞，所以就是可以更节能环保，对，就是实用，再过个5年再买它，对不对？NSX 当初出来其实设定上基本上就是神主牌，从命名就可以看得出来，对不对？NSX 其实就是这个 New Sports Car Experimental、就是用实验的概念做一个车子出来、他想带给市场一个新的目标、之所以说 Honda 其实不叫本田汽车、它叫本田技研、它就是用这个技术研发来带领所有的产品，希望能够改变人类的生活、所以比如说我们去年去看这个东京车展的时候， Honda 是唯一路有陆海风、陆什么四轮车两轮车，然后海它有这个船舶用的马达，还有风刮件，对，所以这个成就其实是有点非凡的。你看所有车厂谁做陆海空三军，你的当然船舶马达可能有，但是坐飞机是没有的。那这个坐飞机也是另外一个轰达的梦，所以他就一路延续他的这个想法跟做法、甚至做这个机器人，都是他有他自己的技术存在，他想要做一些与市场不一样的。所以它其实它很特别，就是它所有科技都自己研发，自己制造，它不太像别人买一些技术或买人家现成的东西来组装，那这也是 NSX 在制作的时候呢，它有一些突破的点，的确在90年代的时候，它在超跑这个地方，它有做很应该说做一个绝对的转捩点，让世界上比如说意大利或德国的跑车来看说，这样的设计是有它的意义存在的。好，所以你说这本田的一些核心精神哦，你就会发现到为什么大家可以这么热血。所以我们刚刚好好来听听看 Eddie 哥跟这 NSX NA1 他们恋爱的故事。 Eddie 哥跟 NSX 的缘分呢，应该是说他就在这个行业里面，随时都有看不完的坑在他面前，就像来露营就会看到很多不一样的车，所以忍不住就买了。对，但这台车特别不一样，是它是我舅舅的车他之前当年在美国大概约莫10年前他买了他也不是买新车，然后他买了以后，我看到他在这个好像那时候有脸书吧，他有 po， 我就问他说要不要卖，他当时开了个价钱我没有办法买不下去，但是后来呢就是辗转他在美国的公司结束了，所以他就决定把车带回来，他就跟我讲说就是他要把车带回来，我帮他办一些行政的手续，那时候我也忘记这个车手牌还是自牌，我印象中是自牌，他说自牌，结果我觉得自牌，因为自牌那收
种手牌比较有趣。嗯，后来我就帮他办，结果报关行打来说，哎，Eddie这个车是手牌，好啊，赶快回来。所以回来以后呢，他在台湾我就帮他处理一些保养跟车况的调整。那基本上他对这个没有太大兴趣。嗯，为什么？因为他开911 Turbo。哦，所以这个马力其实是比这个高一些。嗯，哦，所以那他开一阵子以后，他不太开了，那我就问他要不要卖我。嗯，那后来他也觉得他开不到，所以就这样到我手上。啊，这个过程。哦，就是也是你原本有需要想要，可是那时候缘分还没到，是 没办法收到它，但是慢慢的缘分就到了。对，没错。然后因为这个其实是对应该说不管是收藏车或者是喜欢轰打的人，这是一个很特别的感情。你有办法买到一台这个轰打的最高等级的超跑，对，对我来说其实也是非常的惊讶，因为从来没想过。嗯，那但是在因为我这个车秀其实有一些不同的经验。嗯，啊，例如说我去年跟这个台湾本田合作，做一个这个在 Welcome Plaza 做一个应该说两次的这个小型的这个应该说展览。嗯，然后有一些车友，然后放在 Honda 的这个一楼呢，台湾本田的一楼放了大概两个礼拜。嗯，这让我感觉很感动。嗯，有两个 moment。嗯，可第一个是我遇到朋友的时候，他看到这个车，我在后面，我知道前面是我朋友。嗯，他看到这个车在停车场的时候，他身上的包包什么是背灯全部丢下来以后，他拿手机跪下来拍照啊，其实还蛮感人的，因为我在后面有身为车主说我都没有这么感动了。结果车友其实真的是很爱这个车子啊，可能从小就对这个车子非常的仰慕，但是没有机会，因为车数量少。对，第二个是这个车放在台湾本田的一楼的时候呢，我听说很多这个台湾本田的日本工作人员，日本职员，他们其实也很喜欢这个车，他们没有机会遇到，对，更没有机会坐。嗯，后来因为我这个放在那边我都是 open 的，就是你可以坐上去体验。那这个车很特别的是，这个车是1992年的车，对。但是呢，我们大概有提到说，这个美规的轰打有一个皮味，皮革的味道，上车还闻得到。所以有点像时光冻结了28年，你上车还是会有这个新车的感觉。嗯，那当时候这些很多的日本人后来有一些留言跟我，就是留给这个台湾本田的朋友聊，就说他们其实非常喜欢，他们没有机会，他们能够坐在里面就是那么的几分钟也好。这次我觉得这是一个分享。后来我发现这个分享车子有更高的乐趣，比我单独持有，还有我分享这个车的智慧跟这个车的科技，很多人我们也可以把自己的经验做交流。所以有一个叫做知识极大化的概念。不是只有我一个人收藏，我一个人持有，我一个人开心就好。躲在家里面享受而已。对，如果大家对这个车有兴趣，很喜欢，但是没有机会，我都欢迎来我的车坐坐，跟大家分享。对，我觉得这个是收藏车的另外一个不同的想法。还有终究我们会离开，这个车会存在。所以我们只是时间流上的一个保管者而已。你是这样看待这件事情的？是。那假设说，有的人从小那海报贴在这个家里面的这台车，我那时候是贴郭富城，他是贴 NXX， 是，但是我并没有，所以我是一路上有缘分收到这些大家梦寐以求的车款，但是我如果能够更分享，让他们这个从小到大的梦想，可以有一天坐在副驾驶座，甚至坐在驾驶座，我都觉得 OK。因为那样子对他的意义高过于对我的意义啊，是，所以我就是一个时间流上的管理者。对，而且这台车真的就是你看到真的会很想上车哦，除了它有前掀的头灯，这个真的很经典，因为 NA1 才有 ，NA2 就没有。是。然后除了它车内的皮味之外，其实这台车当年的那个 NXS 刚上市的电视广告，你看我们画面就知道，就是这种红色的。这是宣传色，就是红车身黑车顶。哦。这也是兰尼克唯一认定的 NXX。在他心中 NXS 只有一台，就是其他都不是。NA1加上红车身黑车顶哦，那我们就继续欣赏一下它的皮味，我们直接来闻闻了。哎，进来了，真的是满满的皮味，28年了，这个皮味还像是当初刚出来时的味道一样。对，这个也很惊讶，因为非常清新。对，一般来讲，这个车辆的持有很难保持好的状况。那这台车其实严格讲，在我舅舅车库沉睡了10年。他去做生意以后去大陆做生意，所以这车留在美国，其实是留在仓库里面。那他都忘记这台车了。那这个车在回到台湾之前呢，就去了原厂做了一个大概$10,000的大保养。就回来就正常。他只是放着没有开而已。但是因为在恢复行驶之前还是需要一些耗材的更换。那基本上这个车非常的完整，因为大概在台湾的 NSX 都有经过改装，
这台是完完全全没有改装的 NSX， 超远的，等于是在电视广告上看到这个车长什么样，现场的车就长什么样子。所以换句话说呢，我们保有了这个车，可以回想到当年啊、本田中一郎跟这个车手喜拿，他们所制定的这一个 NSX 的标准回合就是这一个，对，钥匙圈，就是我的圈，对，喜拿，对，就喜拿。这个车唯一的就是喜拿是一个轰达那时候的 F1 车手，所以有一个讲法就是神车配上车神，这样子的组合会让这个车更多传奇故事，那这也是一个我们讲这个特别之处。对，我觉得这个 NXS 那时候真的它一出来，让其他超跑品牌有很多可以去深思的地方，包括你开了这么久的时间下来，它的所有的状况都是这么的好，皮味在，而且你看这个皮椅啊，对，都还是对，嫩 Q 啦，也没有什么皲裂的状态，你就觉得状态是非常好的。然后这个地方这个手套箱，对，大的空间哈，你想想看多少超跑没有地方让你放东西，你所有的随身物品没有容身之处，对，这个地方对，直接盖上去，没错。但这个东西是安全气囊，对，没错，双安全气囊放在这里哦，对，没错。他当初设计的时候已经有思考过，要让你可以收东西啊，对啊，就收纳，兼顾收纳对于 NSX 来讲很重要，因为他讲是每天要开的跑车 ，daily use， 所以他连这个就是一般同时期的时候，一般的你保时捷、法拉利其实没有什么太大收纳的空间，他在后面的行李箱有一个可以收一组高尔夫球具的啊、车尾空间，对，那这个是也是主打欧美市场其实很重要的关键，就是你开这个车休闲，那你自然开这个车去打高尔夫球，因为高尔夫球是欧美流行的运动嘛，对，那如果你球具载不下怎么办？就是所以他在纯跑车以外呢，他有考虑到这个所谓 GT， 就是你开着车去下一个地方的实用性，再加上搭配这个每天都能使用的，你看置物空间嘛，那每天都能使用的这个标准的情况之下，做一个行李箱空间出来，好像也蛮合理的，但是其他的竞品并没有啊，没错，所以你就觉得说很多的细节哈，到现在看它都是质感很好的，然后跟别的超跑不一样，不会娇生惯养，不会下雨天不开出去，不会动不动就这个坏了要花几十万。其实不会。那你有修过什么东西？一般来讲，没有，就是离合器的耗材更换了。那是正常、啊。其他的是没有什么要修的。那这个在历史资料上说，大概是约略当年的时候有统计，160,000公里内都没有什么重大性的东西要维修。所以其实是相当的可靠跟稳定。对，所以这样子哦，从每个面向来看，这台车从江湖地位也有，然后实际使用上地位也有，而且历史地位也有。所以我们来看看在历史上，还有包括在国际拍卖市场上，拉尼克先生，我们要来请见驾一下了。哎、欸，其实，在拍卖会里面，我们偶尔会看到 NSX， 尤其是在这几年啊，近五年哦，日本车开始 ，Toyota 的 S。这个2000 GT， 是1967年的东西，但是呢，汉达竟然现在是直接1990的 NSX， 跟这个 NA2 啊，已经开始就越来越常出现在这种国际赛场上面，那在这个 NA1 的部分呢，目前我就以这个已成交，我们当作已成交当作为基础，对，因为有些人会说哦，看 eBay 或看一些网络上面的一些拍卖，哦，价格好像越来越高，越来越高，但是对我来讲，那都没准耍，因为你要真正有国际的这些汽车拍卖的这个公司啊，他们才是有一个标准的这个依据，所以说 NA1 的话，目前大概是已经到了60,000美金的以上的一个标准，因为一样一车一车况，对，60,000以上的一个标准，然后每个车况不太一样。那如果说你又有，如果你今天是阿莱斯拉蒂的这个特别版本，你就是10万起跳。落锤是10万起，就是你至少要准备10万美金，你才有可能拥有。因为每一次的拍卖，有时候可能都丢兰尼克跟杨新如一起在同一场的时候，可能就一个我出9万美金，我就9万1，然后喊上去，都有可能，都有可能。那在这个 NA2 的部分呢，这个目前的话标准大概在12到15这个 range， 更高哦，美金12到15万美金之间。那这个黄金交叉线已经在慢慢的拉近，因为本来 NA1 是完全看不到的，那进来了之后呢，就会看到这个所谓的先交叉点是叫做 NC， NC 的话反而往下掉，因为新车嘛，先往下掉，在不对的地方。因为这是新车落地就要当中古车。对，而且你是在古董车的这个拍卖的这个环境里面的时候，新车有时候就超级大跌价，反而曾经出现黄金交叉点。真的。就是你可能买 NA2 的价格，
直接可以买 NC1 的这个中古车。哦，真的哦？对，那当然 NA2 啊。对，所以说在这个汽车拍卖市场里面 ，NSX 已经开始被国际认可了。对，那这种就是这样子，当你被认可了之后，就会开始往上，叭叭叭叭叭一直往上走。嗯，所以说现在拥有 NSX 哦。只会往上走，不会再往下走。好好把它锁在家里，对，就发大财。对，当然还有一个就是古董车市场里面，就汽车拍卖市场里面，就国际的那里，你越圆越好。好，对，越圆，原汁原味越好。甚至你从改装的没关系，把它改回原来的样子，你就会有那样的行情出现。对，因为像艾迪哥也基本上就是很圆，它只有避震器也不得不换而已，就这样而已。这些都还好，对，因为这些都是找到原厂零件，这有时候比较困难。找到原厂零件把它换回来，这样就好。对，因为它毕竟没有什么大刀，这里砍一，这里把它切掉，那里把它切掉，然后改大为一，干嘛？越圆越好。但是这个东西就越圆越好，因为这个东西有时候会返璞归真啊。你当你今天开到一段时间，你可能一开始去开。改车，然后去冲山路，去冲300，对，到后来你会觉得回到原来的原始点，我就享受它车子设计出来的样子，那这时候在这个拍场里面的话，就很多人就会真的要这个东西，甚至 NSX 也开始跟你讲，哎，你这辆车是这个10000迈还是5000迈？这都会影响到它的价格。可是可以到国际的拍卖市场，当然有江湖地位，车子本身条件要好，但我们一般人也不太能够到这么厉害的车款。我们就来看相对亲民一点点，而且更加机械感，完全机械，没有电子配备。我觉得 S2000，洪哥应该也算喜欢啦。当然我知道你喜欢 NXS 啦，對對對對，相较之下比较没那么喜欢。这个没有啦，没有，就是我当然不介意拥有，对不对？不介意，当然拿车越多越好。因为讲真的 ，S2000的那个保值度非常高，非常高，对，而且它的驾驶乐趣，你必须要有很好的驾驶技术。好在我还有这样，对，可以发挥它的这个全部的力量，其实它是非常超值，而且它的速度在赛道上非常快。对，所以我觉得，在极限超驾上，它是一个 challenge。我觉得对任何爱车的车迷，这个是一个纯种跑车，纯机械的感非常重。S2000有它的历史地位，对不对？没错，没错。以汉岛来讲，对，其实这是它想要庆祝他自己建厂50周年的纪念车款。那时候呢，其实 NSX 已经是有一点就是产品末期，对，末期。但是 S2000相对之下，它也是我觉得是本田它做出最均衡的一部车。然后配上它的这个高转速的引擎 ，K 二十的引擎，现在都还在 K 二十。那它可以给它就是50/50的配重。然后呢，真的是前中置引擎，然后驾驶位置非常低趴，而且很奇怪的是，大部分的跑车，当你是敞篷的时候，你都会少掉一些刚性，对不对？然后或者说你会太重，但是在 S2000设计上，他们透过这个车身，比如说中控的高度啊，还有这个侧边。去加强它的刚性哦，所以它虽然是一部敞篷车，但是它有非常好的跑车学。这个说到这个叶明德就爱了，对不对？哈，当然每台车因为它都有不同的特性，你的这个爱的程度不一样。那 S2000你真的能够拥有也是蛮幸福的事情。S2000超级保值，你知道它新车那时候还不到200万，但你现在买任何一台中古的 S2000绝对要破百万。哦，真的，好值钱哦。现在已经是2020哎，那它是1999诞生的产品，时隔20年它还是很保值。那这台车其实最主要乐趣，除了刚才统哥有提到，它是前中置引擎配置，你知道 NA 高转速引擎，它就是一个催情的魔力，它会把那种澎湃激昂的那种声浪，透过 open top， 然后传到你的耳里，然后你身体呢，你就感觉到它的速度感是很鲜明，因为它比较低趴，而且还有一个重点。在那时候，千禧世代只有3台车是高转速引擎，一台是 S2000，一台叫法拉利的360 Mondena， 另外一台是 BMW 的146 M3。但 S2000呢，相对比较轻巧，而且它排气量最小。重点是你坐在后面，你知道吗？前中置引擎的设计，它的驾驶重心呢就落在后轮的前面，所以你开这一台车，它没有完全的动态稳定系统辅助，但是它后轴有一个 LSD， 你会觉得它是一台很有侵略感的跑车。怎么说侵略感？因为它除了转向犀利，是犀利以外哦，你知道它后轴
它后轴会非常的灵活，就是你有时候出弯哦，你出弯还方向盘回正，你在补油的时候，它后轴会外摆，所以它开起来的那一种竞技感，有一点点像之后的996 GT3， 因为它会让你觉得有一点点斯巴达，而且那一种运动感是超乎你想象。你开这一台车，第一个你要很专注，但是当你很专注的时候，你的肾上腺素随着它引擎转速拉到红线的时候，你整个人是处于亢奋的，所以你还要用你的背脊去感受它细微的这个惯性的变化，你就能够咀嚼到它的乐趣。而且它就连换挡，刚才我讲的档位精准，行程短，所以加上离合器的行程也很浅，所以你在换挡的速度是很快的，所以你整个人坐进去，你会觉得战斗魂上升，这就是本田的童梦。也可以坐进来啦。它的开关棚在行进中也是可以进行的吗？对，但是只是说它的速度呢，没有说像现在大概都是时速50可以使用。那它那时候呢，最好还是在静止的状态来操作。而且我们整个把它引擎启动，你就会觉得哇，那个声浪真的是迷人啊！你有没有发现红线区是在9000转？所以你在吹加油门的时候，那个感受力，就是整个引擎的声音或者风声的那种震撼，你都可以传到你的耳朵里面。而且你知道吗？据日本媒体表示，汉达有意让新的 N 就是 S2000 再度复活。真的吗？只不过它的基础架构会沿用现行的 NSX， 所以新的 S2000 有可能用 2000cc 涡轮增压引擎，就是现在 Civic Type R 用的那一颗引擎，但是改成中置引擎的配置。这样，因为很多人都说现在汉达都在忙卖车，对，对不对？那以前那些经典的，或者是我们很难取代机械感的这些车，好像越来越不复见。对。但如果这样看起来，把几个重点的元素放在一起，我觉得这个车应该是会受到欢迎的。对，还是会让本田迷重新回到汉达。对，那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 S2000 车内的真的是没什么电子配备，对，相对的就是维护它就很简单，操控它就是要用你技巧老司机的功力这样。对对对，而且它很好跟子，对，这真的是在手牌车里面它还是一个经典的地位啊。而且今天真的很感动啊，虽然外面下大雨，你看这么多喜欢Honda 精神好的都有本田魂， 对，对，都跑来现场，而且也很谢谢 Eddie 哥热情的分享。恭喜 Eddie 哥， 对他算是很多汉达迷嫉妒的对象，嫉妒羡慕了，羡慕我们正向一点点哦。虽然心里头有点嫉妒，但不要讲出来哦。那也谢谢他的分享，大家可以近距离的看车，坐进来，甚至摸到这个车，我觉得都是很棒的哦。汉达的下一步大家也很关注了，他又不只坐车嘛，对不对？对，还有汉达界，我都很想看看看。那也希望这个喜欢汉达这个品牌的朋友们呢，在今天的节目里面有很有收获喽。我们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